大家好啊！欢迎收睇港理台嘅财经 ABC 啊！录音嘅时间咧系12月8日啊，9:40啊，出街嘅时间就系星期六啊。咁咧，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同埋订阅港理台啊！正所谓有港理台，冇穷人啊 ！Welcome back 啊 ，B 仔啊！哎呀，终于忙完一大轮啦，我哋终于可以继续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咧财经嘅事啊，搵银啊，系工作之后开始搵银啦，读书读到真系要搵翻银啦。嗱，依家就你啦，嗱，美金继续回落啦，全世界都好似好 happy 咁咯，系咪，思君？是啊，仲今个星期头去过104咁仔喎，就话真系犀利啦，而家去翻105啦。咁啊，都系近期嘅低位啦，呢、這个美汇指数咯，继续系咁啦。所以我哋咧啊，我哋港股都表现得几好啦，同埋好多人咧都真系松翻口气嘅，一阵你会见到噶啦。冇错冇错，啊呢排都好劲啊，跌完600点之后，第二日又上翻600几点啊，好似冇事发生咁样样啊。是啊，其实因为如果他想买嘢就是这样挫下挫下，因为有些人呢他给钱短炒的嘛，什么博 T 加二先给钱，有些旧式那些都是这样的嘛。即是读手指啊。是啦，那么、插他下去等他没得坐顺风车嘛，震了他出来先等那些这样的优势。好啦，那么但是呢，如果你记得的话，包公系这样恐吓你说要加息加高过再加多一点的，明明是最牌这样讲的话。系啊，仲要全世界都话仲要加多一最少两浸添啊！系啦，咁个美汇指数点解会吓咁样嘅咧？咁唔通有人啲指挥棒失灵都有系咪先？咁我哋咧睇落去咁就会知噶啦。今日故事都几复杂。好啦，咁咧呢个人仔啊，点解要讲人仔咧？好明显人仔又发威喎呢一期。哇，咁坚啊！是啊，由这个下 7.25 以上啊，铲到落穿返7啦，即是升了呢，我想升了是有这个3几%的了，我已经。是啊，嗱，前排呢就跌得比较金的时候呢，啊，内地的官员啊还教晓我们一番说话。我们的外汇的比例呢就唔系年龄咧就升咗就冇得翻转头，外汇啊有得翻转头噶，依家就翻转头啦，破七啦！佢仲有警告呢个做空呢个中港嘅人士啊，唔知你记得 A 君吓？系、哎，咪就系讲紧啲咩？成口都系，成班都系龙啊，又或者系嗰啲咩巴士啊，甚至乎喺隔篱吹紧水助攻嗰个前咩剑嗰啲咯。阿巴斯光年系咪？警告阿巴斯光年啊！好啦，嗱，你要留意好吊诡嘅吓，美汇指数都系喺弱势啦，近期嘅。但系包公恐吓加息，包公恐吓加息，跟住人民币咁强劲，嗱，系咪好得意咧？嗱，第三个故事，包公恐吓加息，黄金上升，哇，升多20蚊俾你睇，见到啊？嗱，系咪好得意咧？包公早话加息喎，黄金又要升，想点啊？你班友仔究竟系咪代表话我唔信你加咁多，你话加嘅都系我预算之内，但系你唔会多过我嘅预期啊？会唔会系咁咧？嗱，呢单嘢好大件事啊！嗱，我哋睇落去啦，呢个故事比较复杂，埋个关子先。好啊，好啊。包公啊，声嘶力竭咁样讲，系咪先？嗱，重要啦，啲金咁样升法，但系咧。嗱啲油咧跌咗好多喎，今个星期啊，依君见七喎，呢个数字都比较少见喎，跌咗好多啦。因为咧上即系好似打乒乓波咁啊，前个星期72-73蚊，上个星期去翻80几蚊啦，系咪？系啦，80。今个星期又去80几蚊，因为咧出咗呢个吓限俄油价嘅指导价钱，好似吓呢个欧盟啊七。啊，60蚊喎，系
不过净系海净系海运噶系嘛？净系海运先至行。基本上咧就系、是、用呢个保险嗰啲去限佢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咧都系诶鉴粗利啊咁倾翻嚟嘅。咁啊，之前咧仲想有啲比较狼死啲，去到啊唔知几多啊，再 further slash 多啲啊。后屘啊都啊倾完一段数之后就呢个价钱啦。咁其实呢个价钱咧，江湖有个传说啊，其实咧都同啊依家嗰个嘅街嗰度啊就卖紧俄罗斯油咧嘅价咧，其实差唔多嘅。系啦，因为其实我哋一睇75蚊呢个咧，就系、是、呢个 WTI 啦。但系咧，俄罗斯嗰啲油咧有一个 discount 嘅，所以其实咧就有啲分析直头讲话，超你 set 呢个咪即系依家个市价，你 set 嚟做咩？即系做俾人睇啊，咁样样咯。系啦，上个星期我都系收到风啊，咁讲应该62蚊真系嗰个价钱，你嗰个平均价。系啦，好啦。咁我哋不如睇下啦，呢個盧布啦，呢個盧布咧，呢個盧布就係嚇，好似心電圖咁喎，咁但係都係呢個0.016咁上下啦，都唔係話好大波動嘅水平啦，都係嗰個位。跟住睇下呢個美國股市啦，嗱，我哋上個星期咧就係分享過啦，咁如果息口倒掛嘅時候咧，咁美股咧呢個咁樣嘅傳統上都係有得升嘅嗱。咁咧，但系呢個星期就麻麻地啦，3.75喎跌咗。咁你調翻轉咧，港股就氣勢如虹啦，升咗成3.5% 啦。咁咧好少有我哋港股好叻仔喎，今個星期。咁但系我哋咧早一兩個星期都有講啦，其實港匯明顯係轉強咗嘅，係咪啊？冇錯冇錯啊！當時我哋一睇見就話，喂，好似真係有錢入翻嚟喎，真係平頂白蘭再上啊！好啦，咁但系背后有咩心意咧？系咪先？嗱，咁即系我哋嘅推论咧，就系嗱呢个咧就我哋啊展现俾你斜派武功，背后发生嘅事我哋梗系真系唔知啦。佢做嘅逻辑系咪？但系如果以传统上边派货俾你走佬啦，咁样谂住咧吓爆之前走佬咧，咁似乎咧呢个美股唔符合啦，系嘛？呢一个星期唔配合啦，咁啊跌喎，咁啦。而家踢极都唔上，又唔似临爆之前啊，烟花最灿烂嘅一刻。系啦，你睇个样就唔开胃咁嘅样，我哋啊，跟住我哋睇下啦。咁联储局嘅缩表今个星期都顺利进行咗，我计过下360几亿喎，缩到。咁呢个月咧，呢个月啦，即系十啊，今个月开始系，今个月啊，呢个11月咧完成咗噶啦，11月系，因为之前有500几亿啊嘛，后屘有360亿，今日11月就完成咗900亿咁上下啦，系啦，呢个系进度系 on track 啊，终于都系有进度啦。咁咧，跟住咧，我哋睇下啦。嗱，有进度嘅原因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因为咧债券真系有买家吓。债券仲上喎，美国国债仲上啊，系啦，即系债息继续落，系啦，债价继续上，仲上，系啦，啲人疯狂咁买美国政府债券，但系包公话咩话啊 ？A 君吓，继续加息，吹啊！啲人系咪癫咗？嗱，喂，嗱，就系咁，记住啊，加息咧就净系可以加到短息嘅啫，长息继续回，咁即系代表乜嘢咧？即係代表嗱，一啲人代表佢啊，加息加得兩幾都頂唔順，要搞翻轉頭啦，咁嘅意思咯，當佢流咯，當佢流嘅咁樣。究竟係，但係搞翻轉頭有好多原因噶嘛？係因為通脹受控咧，定係因為佢根本就頂唔到啊？二仔底啊，邊度有咁多錢俾利息啊？衰仔係咁樣嘅邏輯咧嚇。我買後者之餘，仲要爆大鑊。係啦，咁我哋咧就睇睇咯噃。好啦，咁啊。呢、这個風聲鶴唳嘅幣圈真係弊啦！呢、这個比特幣萬七，今個星期萬六，今個星期咧，今個月跌咗9%，今個星期嘅持平啦，哎呀都咁上下啦，陰公唔知係咪阿思思嚇阿趙啊阿趙嗰10亿起作用咧？但係冇乜理由啊，諗到下係咪先？阿趙嗰10亿點會有作用啫？咁大个铺，你靠10亿救到，根本整完出嚟啲人啊，即系话即系冇料到咯，咁咪再坐多样嘢咯。系啦，我哋睇下啦，今个星期嘅故事啦，嗱、啊、一嚟咧就有嘢睇啦，咦？一嚟咧就呢个好似 Harry Potter 嗰个演员喎，系、哦，哇，佢要施魔法啊，执须，仲要有执须喎。是啊，有執蘇老成啲喎，但睇個樣咪廿零歲。你將你嘅身家交俾呢啲人啊，真係抵你
抵你遇到呢个结果啦，负责人卷款潜逃。因为之前我哋介绍，如果投资呢啲嘢，最大嘅风险系嗰、那个嗰个请家走佬系最大嘅风险，所以搞唔掂，就系、是、呢个情况啦。呢个唉，真系夹大师徒啊！唉、哎、，exchange 啦、哎，其实咧，咁个图喺边啊？啊，唔知喎、啊，好似佢发个，好似佢发出呢、這个呢、這个社交媒体话我走佬啦，拜拜你条尾咁有咁讲添。哎呀，你大家都知道啦，老美杯葛咧香岛嗰个逃犯条例啊，所以喺香岛度出事，嗱、啊、呢、這个香岛度出事啦，睇佢衰款，跟住咧着草过翻美国都得啦，你吹啊！喂，咁应该老美嗰啲应该着出嚟香岛喎、啊。哎，我哋交换人质啊嘛。系、嗯、喎，吓、啊。咁阿 Trump 可以過嚟啊，其實係咪？係咪？佢好啦。咁呢個點解咁講咧？因為呢、這個嚇呢、啊這個西人其實就喺香港產虛擬交易所。嗱、啊，計薯條哥喺香港開咧，呢、這個咁嘅嚇 Harry Potter 都喺香港開。好老實講啊，咁咧其實咧之前嘅陰謀論就係話，哎呀啲咁嘅虛擬貨幣整出嚟咧，係幫啊內地嗰啲嚇嗰啲啊。來歷不明嘅錢走資啊，咁似乎好合邏輯啦，唔係點解起嚟香港咧？講真啦，講到明就沉啦，無端端炒你虛擬幣就係因為啊，兜完個圈之後就可以將啊啲來歷不明嘅錢又啊好來歷不明咁樣樣用咗去啲啊來歷不明嘅幣嗰度啊嘛。不過咁，由於咧有呢啲咁樣嘅嚇呢啲咁嘅騙徒機構存在咧，順便香港都培養咗一班虛擬貨幣操作嘅人員啦，應該就係咁。系啊，嗰班有操作嘅好劲噶，系啦，啊，系咯。如果唔系咁潮，如果唔系咁潮咁写 program， 点 con 到人买嘢啊？系啦，咁呢个咧 Coinbase 啦，都系噶加密货币交易平台都出名嘅。咁啊，今年嘅收入可能少一半，仲有收入你就执到啦。讲、啊、有几多人走货啊？系啊，走货走唔到啊，冇交易啦，停滞啦，已经系咪？好啦。另外這個呢一个咧做紧呢个花币太币啦，币圈嘅吓、啊、就系咩啊？就系、是、借钱俾人炒币啊，币嗰啲币已经够币，仲借钱俾人炒币添。這個、Genesis, 這個呢个 Genesis 呢个咧 ，Genesis 努力保障客户资产，但你知啦，系咪？這個、呢个咧系收啲虚拟货币做抵押品，再借啲现金出去噶嘛？咁都唔知点保护客户资产啊？佢梗系要努力保护住个客户资产啦。如果咪一 call 嘅时候啊，你啲客户资产即系啲币啊，系咁跌嘅话，你另外边又度咗啲啊真金白银嘅啊现钞俾人，咁两头夹佢实死噶。梗系啦，咁仲要系咩啊？破产保护咁啊 ，FTX 系咪？咁啊，人哋又剔紧数啊，有啲现金啊嚟嚟去去啊，咁啊，点解肥肥咁大笔钱俾咩人啊？咁所以上个星期死咗三件啦，系咪？俾人剔剔下数要追问落去，系咪？咁有啲人啊要保密嘅，应该系咪？咁啊吓，如果唔系啊，咁啊系咁先啦。好啦 ，FTX 倒闭无碍市场，你要留意啦。喺一片风声鹤唳之下咧，高盛同我哋香港政府一样喎，伟君。咦？边方面一样啊？就是繼續進軍投資嚇呢、啊這個虛擬資產加密貨幣喎、哦，嗱高盛而投資加密貨幣公司你要留意啦。嗱、啊、我哋咧之前都講過啦，呢、這、一個咁樣嘅虛擬貨幣同虛擬資產咧係會繼續嘅，不過咧就唔會係你而家見到嗰啲嚇咁樣啦。但係呢件事咧。應該會結合呢個環保嘅碳排放權同綠色債券咧，成為新類型資產嚟流通嘅。咁呢個咧係我哋睇下港府啊呢個財金官員推出嘅政策推論嘅啦。咁高盛佢哋好明顯都係有咁嘅諗法啦。咁咧我哋講過，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虛虛就係實，兩樣虛嘅嘢加埋就可以好實咁樣穩定實啦。啱啦，嗱，其實咧就有前車可鑒嘅。咁二千年嘅时候咧，咪科网狂潮嘅 A 君，系嗰阵 A 君都系咁上下时候就啊接触呢个投资界嘅。但系个问题系咩啊？个问题系冇错，好多股票系几百倍 P/E， 的确好多骗财嘅，正如呢啲虚拟货币咁。但系最后咧，喺一堆风声鹤唳之下咧，出现咗咩咧？就出现咗 Google 同埋苹果，系咪先？系。通常都是、這個、萬綠叢中一點紅，其他那些瓜曬㗎啦。
啊，呢個道理係一樣嘅，即係虛擬貨幣風聲鶴唳，係咪先？最後都知知啦，咁多人。但係代表呢樣嘢唔 work 咧，咁我哋今日講埋俾你聽，唔係嘅，最終都係會成為呢個主要嘅資產嘅一種。咁不過咧，就係、是、咧。你不知邊個啦，嚇唔知邊個。總之就 underlying 有翻啲嘢先啦。唉、哎，你唔好 underlying 冇嘢嘅，咁我唔知佢炒乜嘢。美國證監會主席咧就話加密貨幣企業要遵守法例啦，咪有法例管咩嚇咁樣。哦，佢係進行呢、這、一個破產保護程序嗰啲人要守法啫，咁樣啊。係，即係啲加密貨幣冇嘢可以管，但係咧加密貨幣嗰種公司由於係。公司嚟嘅，所以就要遵守翻啲法例去清盘啦。咁呢个美国证监会主席就搞笑啊！重点系咧呢啲企业嘅守法啊嘛。重点呢个证监会主席就话啦，但系加密货币嘅市场模式咧，根本就系搵客仔笨同客人存在利益。呢句说话说出重点来啊！系啊，呢啲其他金融市场唔存在噶嘛，系你自己话唔监管嘅第一日系咪咧？我记得噶喎吓，你唔好诈傻啊，大佬系咪先？咁你做乜话人哋守法啫？佢咪守足法咯？佢都冇法例，系咪先？呢、這个都唔知讲乜。好啦，欧央行唔知系俾人割亲好痛啦。佢话咧，欧央行就话加密货币系一代泡沫，同郁金香一样会再入市集啊！似乎呢个圣母偏离人啊！上个礼拜 A 君先至讲完系郁金香啦，今次真系有佢加持。哎，多谢多谢，唔该 Spotlight 射住 A 君啦。是啦，一代泡沫啦，咁你哋呢有幸经过定唔知不幸啦，经过呢个咁样嘅啊呢、這个大时代啦喎。我有幸睇住佢不幸啦。係啦，咁我哋冇 high 咁就 ok 啦。咁马斯克呢你都知啦，马斯克听讲呢喺个铁道爆灯实大镬，我听讲。你有冇听过下呢个咁 juicy 嘅新闻啦？咦，搞乜嘢大镬啊佢。哎呀，好多啊下、啊、听讲连呢、這个这个搞靓女的都有啊。是这样的紧的啦，这对老美来说不是大镬的，搞男仔都不大镬啦现在。啊、搞动物才大镬的嘛，是不是搞小路仔还大镬。哎不要理了，哎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啦。但是呢咁你而家你做初一，人哋梗係做十五啦，係咪？有美國監管部門調查咧，馬斯克嘅 Neuralink 咧，咪話即係個晶片落個人哋嘅動物個腦度咧，記得嚇。哦，不過佢弱速喎，睇下你。哎呀，B 君，你頭先話搞動物就係搞呢單嘢啊？係啊。喂，但係搞動物咧，好似老美都做過唔少喎，我都唔知佢啲太空人點樣射，最初接揾啲咩嗰啲咩動物射上去咧？诶，咁、哎、总之唔知啦。依家你真系揾只动物个脑嚟搞嘛？诶、哎，唔知啦。佢应该要射啲狗水或者猫水兜个圈唔死先射人上去咧。不过我就唔知当年啊，当年可能冇呢个法例咧，系咪先？阿 B 君系咪先？唔系咁，佢嗰啲讲到明系呢个嘅太空总署做嘅，乜都合法噶啦，唔合法都整到佢合法噶啦。咁问题上，依家你做厌仔啊嘛，你马斯克。系啦，咁梗系俾人搞噶啦。系咯，佢衰嘅唔系衰在搞动物啊，佢衰嘅系衰做厌仔，所以俾人啄你啊。佢搞灯神嘅，系啦，系咪先？好啦，咁跟住咯 ，Ask Eagle 定 Ask Eagle 啊嘅阿彪哥阿彪仔啊，而家变咗做系咪先？阿彪仔佢话咧告佢唔啱啊，点解？佢告佢嘅嗰个啊，只不过系啊。只不過是咧點講啊？佢唔夠錢俾孖展破產啫。但係咧，當地嘅檢控官咧就話佢咧嚇係一個做市人咁樣告佢，話操控市場價格咁樣嘅前提之下告佢咁。咁咧咁樣唔啱，咁應該撤銷控罪先啱。哥仔，你兩樣嘢都有做，然之後就話大罪啲嗰條又告錯咗，有冇搞錯啊，哥仔？同埋啊，你估你真系分析咩，大佬？你几廿亿车落去，你唔做事，点啊可能车几亿落去啫？啱啱讲。By the way 啊，佢嗰次啊 overshoot 晒啊，嗰、那个状况啊，系人都睇到你噶，你啊，所以先至俾人夹死你啫嘛。你overshoot 嘅意思系咩啊？你估个数目多过啲股数，中间梗系有警棍啦、啊。系，总之就系、是、肯定系衰仔啦，系咪？啊，真系。衰几条罪就话啊，你告错咗我啊，唔该你就系告我最低嗰条罪啊，咁样你都黐线。喂，不过咁啊，佢你蚀紧几百亿嘅时候咧，个个人都想你瓜噶啦，嘥气啦，系咯，唔瓜咯，冇犯罪都话你瓜噶啦，蚀几百亿。债主唔想佢瓜嘅，其实还钱。
系啊，都耐佢冇得发展。嗱就咁嘅啊，令到我谂起好多年前嘅马多夫啦吓。又系好啦，咁美国10月嘅贸易逆差就扩大喎嗱，进口增长0.6啦，美国即系啲经济都仲系有啲嘅话吓，都仲有啲活动啦，仲有得进口，喺美元强势之下，进口仲增长喎，美国人吓。但系卖咁多油都系逆差喎。係啊，啱啊，嚇！跟住啦，咁加拿大上次嗰個啦，減息半厘，佢話雖然通脹係咁啊，加息但过係嚟，我加息过嚟，阿格蘇嚟加息半厘啦，我哋之前加0.75都到頂㗎啦，咁呢個真係到頂啦。咁呢個咧，某程度上咧，佢都係先過美國話下次就係加半厘嘅啫，咁而家都係加半厘啦，咁美國應該都係咁啦。咁日本人捱咗咁耐，終於呢2個星期匯價喺1.34企穩咗啦，你哋記得嘅時候，唔係1.36、1.37企穩咗啦，咁於是乎日本製造業企業嘅信心啊，終於有翻信心翻嚟啦，有啲哦，單咁似乎系咪同世界杯有关啊？咁劲，可能搞世界好盃，多人瓜咗我等。可能好多人訂呢個日本隊嘅波衫啦，咁。系 啊，唔系你个搬到波衫，或者好多人咧支持日本队咧，赌日本赢咧，点知真系赢咗啊嘛！哇，犀利即系嚇！除咗呢个哥斯达黎加嗰场波之外。但系其实咧，又会唔会系就连阿巴菲特都买日本咧，真系有啲嘢喺背后咧吓？係啊，我哋都懷疑過啊，因為其實最有效钳制中央市場就係製造烏克蘭喺隔離，整個日本同韓國做翻兩個烏克蘭出嚟啦，咁合情合理嘅其實就係咁啦。咁最好嗰啲武器都自己整啦，唔使學到烏克蘭咁流，全部都要我貼啊嘛。日本自己整啲船啊，係咪大炮啊、導彈啊，咁自己打啊最好啦。我係次次大國，我就會咁做咯，咁樣啦。好啦，咁白宮顧問問美國經濟係慢咗，但係都仲好強勁㗎，強硬啊，咪強勁強硬啊，咁即係雖啊！然咧佢都唔掂啦，係咪咁啊？A 君嚇，哦，呢句说话咪即系话唔死，但系都冇用。佢話按揭同信用卡違約比例仍然相當低喎，咁啊捱幾三幾個月都仲捱得住嘅，係咪？咁啦，好啦。跟住咧，開始嚟啦。咁咧，呢、这個咁樣嘅呢、这個老美嘅股市咁樣嘅情況咧，咁好多行都唱淡啦，繼續嘅，其實繼續冇完全冇人唱好㗎。你見咁耐，我哋 cover 咗咁耐，出年花旗出年話美國經濟就衰退啦，咁樣嘅情況啦。咁投資銀行業嘅收益下滑60%。嗱，間間行都籌都裁投資銀行，投資銀行系主要供啊，人其实呢个系錢㗎嘛。indicator 嚟噶。啱啊，係啊，即係佢哋睇嚟咧，呢個美國嗰個股市都麻麻地啦，即係難以有新股上市啊，集都知啦，冇咁错嘅啦，情即系況大啦。家都知道啦，投行最主要咧都系啊集资嘅人才啦。咁如果个市好嘅，咁啊梗系唔会喐呢啲人啦。反而咧个市衰嘅话咧，首先喐啊就系喐佢哋呢批啊，人工高啊，兼且啊系代表啊集资嗰方面嘅人手啦。咁如果你睇到下年集资唔掂嘅，咁梗系喐定佢哋先啦。其实啊，某程度上啊，喐佢哋啊嗰个嘅indicator 啊。仲好睇过啲咩啄人啊，啲咩领先经济指标啊，咁样样添啊。係啊，咁啦，跟住另外啦，呢、這個貝萊克佢都唔請人，同埋減開支啦，貝萊德啊，BlackRock 啊，總之間間你見間間都係啦，我哋嗱，一貝路萊都係。德咧就基金公司啦，buy 晒啦，係。就应该相对就冇呢个嘅投行嗰边咧。咁sensitive 嘅，但系连咧冇咁 sensitive 嘅都喐埋咧，咁啊真系可以讲话啦，无论 sell side 同 buy side 咧，都喺度啄紧人咧，呢、這个真系小心啊！咁佢可能個市之前跌咗咁多好多嘅 AUM 都縮晒咁啦，又管理費都系，縮，咁啊唯有咩啦，係咪？咁啊睇重佢啦。系啊。開始有高人啦，呢、這個橋水就係Ray Dalio 創辦嘅，咁而家佢退咗休啦。咁咧呢、這個策略師認為咧，聯儲要加息加到5厘，出乎市場預期，加息加到5厘先至停，加到嗰個5厘先停咁啦。咁佢就會覺得聯儲局係睇經濟數據，咁我哋話咗好耐唔係噶啦，咁嚟邊度跌到 cut 啫？如果係，另外啦，嗱 记住另外啊，咧就唔係以啦，前咧就
老美咧就真係啊搞 real economy 啊比較大啦，依家咧就好多咧都已經係去咗啦金融嗰邊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調控個市場嘅話咧，可能調控金融市場緊要過調控 real economy 啊。係啊，其實如果係，其實如果係啊老美加息嚟到毀滅需求，咁最好就係毀滅人哋嘅需求啦。咁我哋自己要选票噶嘛，点可以毁灭自己需求咧？最好系全世界唔掂啊，净系得我一个掂。系啦，咁所以最好系全世界唔掂啦，人哋美金啊太平啊，人哋啊金融风暴啊，又话货币贬值啊，冇晒钱买嘢啦。吓、啊，咁既然啲金银铜铁石啊同农产品人哋都冇钱买啦，得翻美国人买，咁咪通胀受控咯。其实佢哋通胀受控可能系咁样传导呢、這个传导呢个啊高息俾其他地方，等人哋冇钱。会争咁样啦，争资源。另外啦，嗱、這个劲人啦吓，高瑞啦，呢桥水啦，跟住高盛啦，都话美国明年都后衰退啊。哇，花旗又咁睇，呢、這个嘅诶桥水又咁睇，高盛都系咁睇。系啦，已经唔系第一个星期添啦，你留意嗰啲反复咁样系啦，都系咁讲噶啦。咁啊，但之前讲美股都仲升噶，而家讲就今个星期就吓。淋翻落嚟啦跌翻落嚟俾你睇啦，咁要裁员讲尽咧，又系咪？嗱，摩通又讲多次呢个人啦，嗱呢个人嗱，佢个样好似好劲咁啊！我同我哋细睇呢单嘢，睇下有咩逻辑啊！呢个个样成个 Richard Gere 咁，系啊啱啊！但系咧，你唔好睇佢样咁醒，其实佢系流噶啦。我讲落去，好啦，佢话通胀咧蚕食民众嘅财富。唔知點解啲人喺新冠疫情期間儲咗 1.5 万億現金美元。如果你有留意咧，呢、這個差唔多等於嗰個隔夜嘅逆回購 size 啊 ，A 君。咦係喎，疑問就係呢、這個，佢其實個問題，佢磨嚟磨去都磨唔走嗰、那個嗱嗰、那個咁樣嘅逆回購啊嗱 ，repo size。我哋講過啦，呢、這個要縮咗先搞得掂啊嘛，唔係啲人唔驚你噶，你加息佢咪喺度嚇。喺度烧啦，系咪？你加息嘅时候，咪喺度idle 翻 cash 咯，喺度收钱咯，系啦。你要留意啦，之前咧嗱，一个巅峰嘅时候咧，24,000多亿啦，咁而家去到21,000多亿啦，咁啊即系咧争咗呢个啊争咗三千几亿度啦吓，咁啦，咁咧点解1.5万咧？咁冇可能零嘅，系咪先？即系之前都可能有翻吓、几千万亿啦，咁样几千亿啦，之前吓系啦。佢總之啲舊錢點都磨唔走，而且就係啲舊錢磨唔走喎。咁佢咧就話，所以咧加極息都有通脹，因為啲人硬係有錢，佢咧對人哋有錢好唔滿意喎，似乎啊呢個嚇。佢對人哋有錢等喺度唔鬼用，然之後收緊息唔滿意啫。佢想人哋咧用埋落去，唔知搞啲乜嘢啊嘛。係啦，你睇見人哋成嚿錢棟喺度都唔做你啲客仔俾你困，你梗係唔滿意噶。佢话佢相信咧，相信嘅，相信即系估啦吓。我哋数到啊，大概冇咗3,000亿度啦。佢话用咗1.5万亿10%，佢就估用咗1,500啦，已经咁。咁咧，因为点解啲人咧？嗱，你要留意啦。呢、這个钱冇咗1,500亿，佢话点解啊？因为咧通胀，所以啲人用钱咯，就用多咗，所以啲钱就少咗啦。I Q 题啊，呢、這个唔系呢个经济常识题。啱唔啱佢讲得？因为通胀，啲人买嘢买多咗啦，所以民众手上边嗰1.5万亿就少咗啦。啱唔啱咧？钱我哋讲过啦，钱系唔会消失嘅，记得啊。系。譬如你，哎呀，我哋走去去咗嘛，走去 Tesco 或者走去呢一个超级市场买嘢啲美国人啦。只有系联储局注销翻佢啊，咁样嘅事会啦。系啦，咁会点咧？即系话唯有系啲民众走去买美债先会消失噶嘛？系咪呀，大佬？阿民众应付通胀走去呢一个 Tesco 俾多啲钱，咁点会冇咗钱啫？啲钱只不过系民众个袋去咗 Tesco 个袋啫嘛，啱唔啱啊 ？B 袋咪 B 袋咯，系咪啊？系啊。或者另一个方法就系美国人系咁买。入口貨啲錢啲美金就要肥出境外找數，咁咪消失咯。只有呢消失喺境內啫，仲要係喺境外啊，即係要買入口貨先會消失。只有呢兩個情況先會消失噶嘛，啱唔啱啊？嚇、啊，你哋嚇、啊、有經濟學根底，你自己諗啊。呢、這個人講得啱唔啱啊？我話哇，呢、這個人咧就民眾要應付通脹，所以1.5万億咁可能都啱嘅喎，因為佢去買好多中國貨啊嘛。
啊，咁呢個都啱，但係佢唔係佢講嗰樣啊嘛，嗱，佢講嗰樣咪唔 make sense 咯，係咪咁講先？你講嗰樣嘢係啱啊，但係佢講嗰嘢唔啱啊，就係講呢樣啦。所以呢個故事教訓你，好多人得個樣嘅啫。我同你講，好多人完全喺呢啲行翻工，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係真人真事嚟㗎嚇，得唔得先？呢件呢個咁卡通嘅笑話咧，其實喺香港都發生過嘅，匯豐身上邊。打歐制人機嘅時候，不過我唔講啦，咁耐你都唔識笑噶啦。講完，好啦，咁所以咧，總之就係太多錢啦，太多錢，我哋啊加極式啲人都仲有錢啊，好唔滿意啦，令個通脹不能控制啦。咁歸咎啲民眾太多錢喎，咁啊，啊又唔使哇，真係好正，我都想咁多錢啊，加極都我都想咁多錢，使極都使唔完喎。其實唔緊要，你派俾我咪得咯，係咪？你派咗15,000億俾我，你即刻就冇咗問題，係咪咁講先？幾好，係咪？咁所以咧，呢個魔通即係細魔嚇，大魔咧就要裁2%。咁正常減散啫，講真嗰句就冇特別嘅呢、這個嚇，呢、這個2%就兩個 percent 平時都喐噶啦。係啦，即係正常 underperform 都喐噶啦。大魔話：，哎，美股唔掂啊，你投資者趁高獲利啦喎。咁呢個咧，其實咧就唱淡嗱，有、這個、呢個咧就要揣摩下佢啦。咁由於你都見之前間間大行都話 PK 啦，係咪咁講先？出年經濟咁咧，咁買股票就應該係唔係幾好啦？加上係咩啊？包公都話加息加爆嚟咯，都講咗啊嘛。包公係咪上個星期都講？咁跟住頭先係橋水都估會加爆，係咪先？仲有個高人話加爆喎，就係啦。呢、這個阿摩通嘅師都話加爆，係咪先？係佢都有講㗎。咁所以你見美國金融市場話咗俾你聽咧，一定加高過5厘嘅美金，你要準備啦，係咪先？咁好啦，個問題嚟啦喎，嗱，咁經濟就差啦，係咪？咁佢仲要加多啲息啦，咁點解咧？哇！喺經濟差嗱，仲要加多啲息，好似背後唔係為咗你個經濟而去操控個息口咯。個問題係咧。點解經濟咁差？咁你等一陣啊，啲消費就冇噶啦，係咪？咁點解佢仲要加息？嗱，佢講真嗰句啊，嗱，你譬如用翻佢嗰個嗱，民眾咧就今年用咗10%，阿大啊大佬，你加息加到5厘幾啊，民眾出年咪多翻5%啊嘛，咪 A 君？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咁啊存咗錢啊嘛，咁你點搞啫？咁你咪搞嚟搞去都搞唔掂，係咪咁啊？即係所以佢講呢啲咩好嘢，其實全啲佢哋講親經濟啲嘢都係點你咁滯㗎，你唔使理佢講乜。啱啱咪佢邏輯全部翹埋一嚿，講唔通嘅。美息見五厘就係增嘅，經濟含衰退都係佢想發生對你想發生嘅事，或者佢要呃你講嘅對白。但係咧，但係佢中間啲邏輯你唔使理佢㗎啦。冇錯冇錯，佢講嗰啲我都成日聽咧，睇下嗰啲 report 都係咁㗎啦。解唔通噶，你黐线嘅。佢净系想话俾你听个 conclusion 嘅啫。系啊，咪所以你睇佢个标题就得噶啦，所以睇报纸好快睇个标题得噶啦。咁佢就系会入陷衰到5厘，而家好多人都咁讲，你知道呢两样嘢够晒噶啦。好啦，咁由于呢个五厘息口就系咁多人讲，应该就真系真噶啦。呢内幕有消息啦。咁美国佢估得好，系佢哋丰收得好嘅。系啦，呢个有丰收啦。美国陷衰退咧，你就要分析。是不是講大話呢？嗱，講大話嘅邏輯咧係有嘅喎，係點解咧？嗱，如果你係我哋長期嘅觀眾咧，我哋上年12月頭咧，本來都覺得今年係會唔錯嘅，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啦？今年都唔錯啊，因為上年年尾都係唔錯嘅市道，但係咧後屘我哋發覺唔對路係點解咧？因為12月由頭升到尾，如果你記得嘅話，係問題就嚟啦。十二月係啦，如果舊年12月由頭升到尾。咁你喺個年頭嘅時候係高位，咁你點炒得贏啊？你明啊？年頭個指數咁高咯，你作為投資部嚇炒房嗰啲人，咁仲點贏錢啊？咁再向上炒點贏錢啊？咁唯有向下炒噶咯，係咪？所以我哋年頭好早已經改咗話，由於十月升得太勁，唯有向下炒就叫你可以閃啦。你睇翻啲片你知噶。咁調翻轉嗱，咁關呢度咩事咧？個個都搶探美股咧。好似腳軟咁嘅12月係咪先？咁如果呢個向下一路調整翻明顯嘅5-6% 啊，我當12月美股，咁會唔會係咩啊？會唔會出年係由向上炒嘅契機咧？而家叫你沽貨俾佢咁解咧？咁所以大波叫你趁高沽貨咯，咁樣咧，係咪呢個可能性都係存在嘅？咁我哋咧就要點分咧？另外啦，
啊，但我叫你趁高获利啦。咁，总之美国商界信心指数滑落，都系睇淡明年经济嘅。似乎咧呢、这个啊报纸话俾你听嘅面向就系咁样啦。咁今日嘅节目讲到嚟呢度啦。喂，但系咧审核下先啦。通常咧呢、这个报纸讲嗰啲咧都系话俾你听嘅嘢，往往咧就唔系咁样走嘅、哦。通常好啦，今日嘅深噏就系、是、我哋见到有几个原案啦，系咪？第一就是呢個個經濟差都仲要加息，是不是先仲要加息？咁呢點解呢？第二樣嘢係話阿包公聲勢力竭咁話加爆嚟啦，係咪連呢啲老細都咁講啊？頭先你見到嗰啲，咁點解美匯指數仲係碌落去嘅呢？嗱，呢個就重要啦。咁而第三樣嘢喎，個個都話加息加爆嚟啦，點解啲黃金會仲升嘅呢？是不是这些你都是要留意的、嗯、虽然 A 君心里面都有个答案，不过呢我都要留给 C 君去讲。但是呢我们留给听日讲的。听日讲，因为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之峰回路转的。本来呢三个星期之前的剧本都是要爆煲继而是收割的了。但是呢今个星期是发生非常之重要的事，导致到以上这么奇怪的现象发生都解释到。咁要听故事就听听日嘅财经 A B C 咯。系啦，嗱，到底系因咩事啊？呢、這个加息啊，明明继续加落去，黄金又上咧，又到底又点解啊？這個、呢个咧睇住啊，佢系一路啊个 economy 向下，仲要继续加息咧，所有嘅谜将会喺听日嘅财经 A B C 同大家解释。解决咗啲谜之后，就真系有港理台，冇咁人啦、啊。